大家好，我是香港国际武术总会太极教练金子华。疫情期间不是很方便成日出街，成日屈在家里都真的有点闷闷地，太久不做运动又怕肌肉流失。今天跟大家介绍一套太极装谷，一次过 KO 晒两个问题，不懂打太极的都啱的。自然站立，两臂松垂，左脚打横开一步，大约同膊头咁阔，或者比膊头稍微阔少少。好，吸啖气，提手，去到膊头咁高。呼气嘅时候，掌心向内，膝头哥微微弯曲。呢个就系混元桩啦。做嘅时候留意，我哋手指要放松，成个人尽量放松。如果手指太过僵硬的话，我们可以放松它。膊头一样，如果膊头紧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不觉意戚起了的，那我们可以试一下戚高先，放低，来多次，戚高，放低。这个放低的位置就是你最自然最松的个位置了。我们的心口前面好像抱着棵大树一样的，棵树又大又圆，所以我哋个力向外撑住，留意成个人个身垂直。初初做嘅时候咧，唔需要太低，我哋宁愿我哋站桩嘅时间耐啲、高啲，好过咧我哋追求一个好低嘅角度，但可能咧企一分钟咧已经顶唔顺啦。咁所以一开始唔使太低嘅。这个是混元桩。好，接着我们试一下吸气的时候慢慢将手扩大。刚才说心口抱着棵大树，我们这棵大树的直径越来越大了。吸气拉开，呼气合埋。这个是开合桩，来多次，吸气的时候拉开。我哋拉开嘅时候，个目标系一个圆形嚟嘅。呼气嘅时候合埋，留意唔好开嘅时候变咗拉咗椭圆形吓。我哋开嘅系圆形，呢个系开，吸气，呼，合，呢个系开合桩。跟住咧，我哋可以做埋个升降桩，掌心向下。双手向下按，按到去肚脐的位置。吸气的时候企直，只手长的。呼气，双手下按。呼气的时候微微屈膝，人是矮的，手是近的。吸气，人是高的，手是长的。这个是升降桩。我哋做嘅时候，尽量保持立身要中正。初学嘅同学咧，或者啱啱接触嗰啲咧，有机会落嘅时候咧，唔小心将个屁屁突咗出嚟噶。咁我哋咧，慢慢将个屁屁要收翻过嚟。啊，啱啱开始站桩，唔知咩叫中正喎。我哋可以试下喺个墙嗰度先做嘅。初学嘅时候咧，可以揾埲墙。咁我哋咧，离开埲墙少少嘅位置，做翻头先嘅动作，个人。直落去，因为我哋个脊柱本身有一个天然的 S 型弧度嘅。如果我哋乜都唔做咧，挨落个埲墙嘅时候咧，呢度应该系穿个窿，只手可能穿得过嘅。但如果我哋可以将个下背下腰嘅位置向后顶，将个命门向后推，应该咧系可以成个腰贴住埲墙嘅。咁我哋可以首先埋墙，摸一摸呢个感觉，直上。直落，一落去的时候，下腰位置紧贴埲墙，咁呢个就是立身中正啦。埲墙的感觉摸好啦，咁我哋可以出翻嚟练习做翻头先的升降桩。呢个是降落的时候，感觉到下腰贴住，上吸气。跟住到虚步桩，
掌心向内，微微屈膝。这个就是刚才一开始讲的浑圆桩。虚步桩是要转腰的，我们左转45度，与此同时拉开只手，好像开合桩的开一样。呼气的时候微微松沉，吸气，拎起只手，拎起脚，呼气，落脚踭，左手在出边，右手在入边，右手的位置是在左手的手爪内侧，左手稍高，右手稍低，我们维持这个动作2-3个呼吸，跟着还原去回浑圆桩，到右边了，吸气拉开，人转去右边45度，呼气松沉，吸气提手提脚，呼气落脚踭，今次是右手在出边，左手在入边，右手高，左手低，维持2-3个呼吸，跟住翻翻去浑圆桩。我哋嚟多一次啊！吸气，呼气。这个动作可以练到我哋慢慢摸到身体的重心转移，亦都可以练到我哋嘅平衡力。动作咧讲求我哋个重心要转移得好，脚有力，有平衡力，练得多咧平衡会好啲噶。好啦，咁我哋完成咯，跟住我哋准备休息，我哋会用人气归元，掌心向下。掌心向下，双手下按的时候人企翻直，掌心向天，吸一大啖气，呼气，嚟多次，吸气，下按的时候是呼气，我们会做3下的。最后一下，男左女右，男的左手揞住肚脐，女的右手揞住肚脐，两手相搭，因为是示范，所以会比较短的，如果在家有时间的话，不妨可以重复做多几次。咁究竟一个定式要定几耐呀？按能力啦，睇时间啦。一开始我哋成个站桩过程可能5分钟左右。咁当你个能力越嚟越好啦，个大髀越嚟越有力啦，咁我哋可以试下加长佢10分钟、15分钟、30分钟都冇问题嘅。咁我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啦。如果大家想收到更加多嘅健康资讯，记住赞好我哋个 page。希望遲些可以在星空會見到你們啊！